我是出去的婚礼，今天还有这么一点点货，把它早上清理完，等一下去拿货，一块五一斤。是哪里？这个是麒麟瓜，油脂麒麟瓜，这个是石凤瓜。石凤瓜，就是它长在那个山上的那种，这个皮厚的它甜，这个皮薄它苦的。小一点的，可以，要的，反正一块五。要融的，融的我不要啊。可以，反正切，要切开来，我算我的，换了算我的。我要切一块啊。这个小的你切一半吗？这个没多少。这个没多少，真的没多少，十一块钱。切吧，切吧。先切个大的给你。切切小的，小的条子皮皮干不动了。好，我给你切。看我眯得开不？要我搞深一点，太浅了，这个力气你搞不动，知道吧？你要我来，我来也搞搞不动啊。深一点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啊，这不好了吗？要哪一半？皮厚一点，是他，我就跟你说了，他特点就是皮厚一点，我给你包一下啊。这个瓜都是在这边拿的，这个是宁夏的那个石头瓜。外地的。我呀，我是外地的，我是江西的。外地。哎，这个是。这是宁夏的瓜，14.7，算了算了，那个公斤秤，公斤秤三块嘛，这是三，这是钱，这是重量，重量是4.8两，4.9两嘛。西瓜要不？过一点元，哈哈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给你们看清楚，人家看一看这到底是多少钱，说中，哈哈，把个秦大夫的照片，好快，看不见。说两句，老板买个瓜，一块五，一块五。一块五，还有五指麒麟瓜，五指麒麟3块钱一斤，都一样，这上面的都一样，这种就是皮薄一点，它这种就皮薄一点，哎对，这个皮薄一点，但是吃哈炒这个皮薄的好吃一点，这个是麒麟瓜吗？要哪一个？这个圆的就没那么甜，看清楚啊，刚才看出秤了啊，9.98块，
冷的呢，是快到前面的衣服把七分的衣服都冷了。你是说看看能不能上午把它清完，清完了我们回家烧饭吃，吃好了饭拿货，拿货晚上接着干，没毛病吧？本来我今天要回家，是不是？不要回家，不要回家。你一下子让我回，一下子不让我回，我不知道你想啥。踏踏实实在这里干，不要三七二十一想回家了。OK。哎，一块五，一块五，一块五，我卖完我再拿货，不甜不要钱，真的。可以带一个回去，可以装。有青柠瓜，五指青柠、油指青柠都有。五指卖3块，算你2.8块。真的，很好的。我这青柠瓜在那里，这油指的1.5块。好了吧？好了，小哥在这里了。哦，帽子掉下来了。西瓜卖完我好拿货，一块五一块。来来来，坐上面。一块五一斤。这个天气。一块五一块五。